8月31日，蔡健雅《美丽》突然发声，北京演唱会如期而至。金曲歌后蔡健雅以白色面纱装优雅亮相，在与歌迷交流的环节，她更是对演唱会冠以“美丽”一词，幽默调侃了起来。说叫美丽，没那么。我现在只能继续装优雅，因为这套衣服真的就是强迫我必须撑住这个优雅。